远处透视到监管者是记录员，先拉点，绕一绕小门这边的高墙区。祭司发信号示意教堂有转点洞，拉拉队员转点能力很强，可以先自己在小门这片区域牵制，道具用完了再去找队友的资源。记录员看到中场的洞就直接跟钻了，祭司贴脸起六是很难牵制的，而且他只有一个洞了。距离贴近，祭司被迫交出最后一个洞进墓地牵制，但记录员跟的还是很近，如果祭司想活就只能搏这块板子。祭司板区博弈失误，而且还送了两个下板记录，一旦他被闪现击倒，这局就会被记录员一直滚雪球拿节奏，一定不能坐以待毙，直接去给祭司激励，开始双人六鬼。祭司用了一波小加速，成功规避掉蓄力刀。我认为记录员这里果断一点，应该直接交闪，太犹豫的话容易被人类拉扯。这块板子帮忙砸到，他后面就很难再追上祭司了。用加速拉开闪现身位，继续给祭司叠层数。记录员看到祭司层数到28了，果断回头追我，这个决策是没问题的，不过我也有应对手段，加速拉开距离，祭司站在板子后头打掩护。说实话，祭司用这个小加速有点冒险的，刚好捡到27层，万一记录员直接交闪就功亏一篑了。站在安全的位置，继续给祭司叠层数。祭司也是相当给力啊，砸到了一板一窗是祭司牵制的核心位置，我们卡在另一侧，一直给他上激励就可以了。激励层数满了之后，这个小加速就可以一直用，反正拉拉队员一直在旁边叠层数，层数都不会掉的。记录员发现追不上祭司，果断来处理我。这个位置我也可以第一时间揭窗，他想闪现打震慑，但是坤肉计一秒了，激励不能断， CD 好了就继续给祭司续上层数。现在要及时改变思路，祭司有小心脏，他得来帮我扛刀。确认记录员还是追祭司之后，找个机会继续给祭司叠层数。记录员选择换追我，边帮祭司叠层数，边在这边牵制。说实话，拉拉队员如果玩久了，可能会得腱鞘炎。这几天我的大拇指就很疼，估计就是拉拉队员玩多了，玩原神玩的。身位贴近，浇花球拉开身位，激励一定不能断，不然等会儿他转头就去追祭司了。最后记录员也是被逼疯了，直接投降了。个人认为拉拉队员这个角色是比较好打约瑟夫的，但是要看拉拉队员有没有意识。我们开局就直接去找机械师给他上层数，叠到28层，机械师又是一条好汉。这一局我的镜像躲得很好，没有被找到，这刀打不到其实还挺关键的。约瑟夫局场上满血越多越好打。约瑟夫排人的路线就是从废墟一路排到女神像，一下就排出来了，如果没有小心脏，机械师肯定是会被捡尸的。先给机械师叠层数，大家看好这个机械师的操作啊，真的特别秀，我当时打的时候被秀了一脸。
第一波镜像约瑟夫没有拿到半点节奏，但是榜前的约瑟夫抓机会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，第二波镜像节奏又被他全部拿回去了。一瞬间又变成两个倒地全员残血的状态了。不过好在祭司和囚徒压了一波状态，先把祭司给摸好，让他去救机械师，顺路给他一个小加速，再让娃娃给我补个状态。这波我给机械师上了激励，有小加速可以极限进板，但是祭司可能怕机械师进不了板吧，就来帮他扛了。当时想的是就在附近给机械师叠层数，让他再用小心脏救一次，但是女神像的板子一块都没有了，再加上叠到38层要花的时间太长了，所以这个决策并不实际，只能说当时激励有点上头了，吃了一刀都忘记救人了，确实有点白给。现在就只能两个人一起救，把祭司给换下来了。祭司吃出闪现倒地，外面只剩最后一台电机了，还是有机会运营的。说实话，这里交自愈救祭司太冒险了，当时以为约瑟夫在镜像里追机械师，不过还好扛到了，上挂飞的祭司走了就很赚。现在想挂镜像也来不及了，一直换挂约瑟夫绝对是亏的，机械师和祭司压满就义我一波就可以了。这个机械师玩的真的特别好，我单排能排到这种神仙队友真的要哭出来了。